由 I 来改变，所以这边给一个 I， 逗点哪一栏呢 ？A 栏。OK，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编号。那编号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由 I 来决定 ，I 减一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这边可以讲 I 减一给它，但是你这个地方哦，执行这编号，你可以把这个注解放进来好了，这个地方放进来，好，然后按个 Tab 好了，我习惯用个 Tab 缩排，看起来程式会比较有结构。OK。好，类似像这样子，范围跟编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，特别重要，直接按这个上面一个执行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直接就全部都执行完毕了。但是这个编号呢，它现在并不是四码，所以呢，我要变成四码的话，可以再做格式化。但是格式化呢，在那个在函数里面叫 TEST test， 可是在 VBA 里面也有个函数。它不叫 test， 它叫 format， 所以名称不一样，但是使用的方法都一样。format， 刮弧，然后给它一个值，逗点后面就是什么呢？ 0000， 然后再一个刮弧，这样它就帮我怎么样呢？把里面的值 format 成0000，然后呢再丢给什么？丢给里面去存放。OK， 那但是问题来了哈，如果我今天的哈。执行之后的话，各位会发现呢，执行之后它还是没有动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呢？没有做，没有先把它怎么样呢？先把它做那个右键这个格式，它因为它里面的格式还是数值哈，通用格式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改成文字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不还是一样，丢给零零，它还是把它去掉，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啊。先格式化，先把它怎么样？先这个储存的格式改变为文字之后，再把值丢过来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？我等一下再来讲好了哈。这个部分可能会牵涉到如何录制句集，产生我们要的那一个格式的名称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程式部分的话，完成画面哈，各位也可以参考那个问题一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资料夹哈。